啊，听说接下来这一段自弹自杀很精彩，维里安要透过这一系列的演出，要对一个团体，哎呦，风太大，风太大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可能先放到这边来好了，哈，对，风大的关系，我们可能先收一下好了，对，好，让这维里安呢来做一下这一段落演出的准备，是自弹自唱一系列很精彩的歌曲。好，我觉得真的维里安感觉哦。这一次我觉得能够在这个2012年的一月份过年前等到你这一场谢票会，我觉得对很多歌迷而言是一个很棒的礼物。过年前，对啊，谢谢啊。所以你马上准备好啦？还没。我说哇，神速 magic 一下就好了。好，那你准备好的话就跟我们说一下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闲聊的时间，你一边瞧一下，调一下音，然后呢，我们一边来跟大家聊聊天啊。利用这个时间，我来呼吁一下好了，那个捷运站出入口这边的朋友，对，好不好？这边是这个行人们要通行的地方，所以不好意思，请把你手上的摄影机仔麻烦收起来，移动一下你们的脚步，可以吗？赶快离开，离开，离开，好不好？这边不好意思，不要挡路啦。哎呦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碎啦。对，你这样好有气势哦，我就缺。拍谁？移动一下。好，不好意思啦，对对对，好，好，谢谢啦。哦，好有效哦，下次我学起来啦。对对，大家可以下来到这个旁边比较空旷的地方，加入欣赏维里安精彩歌声的行列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段落自弹自唱很精彩，我就要准备把舞台交给你喽。哦，好的。OK， 请大家来以掌声欢迎维里安，谢谢。再来呢，直接带来第一首歌是在我的演唱会上面有发表一首新歌，但是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了，叫做《外赖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小孩一样苦恼，Why, oh why, 没有答案 ，Life, oh life, 也不能重来。听不到。有人在地上跪倒，说家人失踪找不到，从头你好难见到，虽然我有投你一票，光秃秃的山腰，连杂草都长不了，槟榔树倒是不少，跟土石流一起来到。钱就不用还吧，没有事情就当不知道，贪慕的人不用逃，好人就在却总会死掉，电视台不管开跑，谁有新欢突然不重要，还有人打电话胡闹，资料全部被不